邵氏巨片封后，刘家良罗列小侯，小侯三隻封喉，三種喉拳，封喉練成喉拳要經過艱苦的訓練過程，指力腕力臂力樹過樹，你仲一定要练到个追打法，一仗四式打，封喉为英雄，媚态逼人。你兼且武功超群。由茶楼打到落去水塘，由大街打到入去妓院。邵氏公司最新出品，刘家良自导自演，将动作片带到另一个高峰。他的爱徒小侯更有出类拔萃的演出。不容错过的动作片，不日公映。